给现金的单子其实真的不用撕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撕了没关系啊。所以更不应该撕你不知道的单子、啊。就像你把利剑一样，你会有时候伤到别人，你会伤到你。就是习惯性把它撕掉了。好，那你把钞票也撕掉嘛。好了，好了 ，this is okay。好了吗？你都什么？现在过了两个小时，你让人整理好。红枕，你不拿他的信箱啊？是够了的。你的三个箱子没有一个下去的，箱子没有一个下去的。生活白痴。